小桥上，你父亲走忧伤，别停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眼角在流淌。继续。你说一个人在城墙，一个人在忧伤。谢谢。风花模样，你落落大方。我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我想死你们了。向您介绍一下，我们俩呀是在网上认识的。对，他是直播唱歌吸引了我，他是线上慰问感动了我。去年为方舱医院直播，他一口气唱了七首歌啊，那高音一句都没上去啊。谁没上去啊？太感人。青藏高原亚拉索后边上去了吗？上去了。上去什么呀？伴奏。亚拉索那就是青藏獒招来呀。我呀那天确实没他唱得好。那当然，他一口气唱了九首歌，应该的，那低音、一句没下来。谁没下来？你走着。连灯问大伙，嘿，同志们可不可，嘿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八的话来说，说是有点渴，确实有点渴，嗓子冒烟连发火。我唱的怎么样啊？那天你比这低。连灯对大伙，嘿，同志们可不可，还低。连长问大伙儿，嘿，同志们可不可，嘿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起码的话来说，说是有点渴，确实有点渴，嗓子冒烟连发火。怎么了？那水我能来口吗？来呀，我们俩共同参加了社区抗议，都在各自的小区把门。我把的是东门，我把的是西门，人称我是东门小卫士，都叫我西门大官人啊。啊，不不，就说我官大，我是头。那段时间多少难忘的身影啊，天使白，橄榄绿，公安蓝，志愿红，那都是战袍，黄马甲，环卫装，快递服，安全帽，那都是战士，东门的我，西门的你、我们俩那都是战狼。战狼有下巴，你也不怎么明显。坐。你们干嘛呢？我给他测测体温，36.2度，正常。我看您不正常。嗯，过来。你们俩直播认识的吧？经常给他刷礼物，昨儿给他刷跑车了吧？跑车多贵啊！我刷的是嘉年华啊。这孩子是谁呀？啊，不，这是我儿子。哟，西门小官人。这什么小官人？怎么长得不像你呀？啊，还不像呢。我们俩除了个头，你们说像不像？像。哪儿像啊？一点都不像。还不像呢。我们俩往这一站，就是部动画片。哪部？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讨厌。拉倒吧，你那脑袋比他还大呢。要我说呀，他们俩像熊大、熊二，反正我们就是一个熊样。你看，爸，您过来，啊，我给您介绍那个多好啊，您怎么就是不见呢？
这女的靠谱吗？靠谱。靠什么谱啊？她找您啊，不是为了钱，就是冲着房，啊，脸上整过容，整得像红太狼。你说什么呢？不，他们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，我都听见了。啊？你说我找你爸，是为了钱？您听错了，我是说您长得特别甜。还说我是冲着房？我是说您特善良。他说我像红太狼。他说你像武媚娘，是不是？他说我还整过容。他说你像关晓彤。合着我一句没听对呀？这什么耳朵，这都是啊！我这呀，这谁惹您生气呢？他，好你个小土豆，你过来，啊，你敢惹我妈？啊，这咱妈，管谁叫妈呢？妈，这是我男朋友小土豆，你赶紧跟我妈道歉。哎，对不起，妈。闭嘴！以后你再敢这样，小心我把你切成土豆片，剁成土豆段，变成土豆丁，再和成土豆馅。你们家包土豆馅饺子是吧？妈，这人谁呀？你们直播认识的吧？昨儿给您刷的嘉年华吧？什么嘉年华呀？啊，多俗气呀！刷的是大炮。啊？更贵。这人长得多奇葩呀，脸像葫芦娃，腿像黄瓜架，远看像螳螂，近看像漫画。说什么呢？妈，你了解他吗？我当然了解了，我们俩一块把门，一块抗议，他是阳光小区的西门大官人。他就是把西门的网红大爷。对呀。不可能，那网红大爷是小土豆他爸。他就是他爸，老土豆。爸，他就是我女朋友小樱桃。叔叔好。您怎么长得跟网上不太一样啊？是啊，你跟小樱桃也有一定的差距哟。你知道他呀？哎呀，何止我知道，全网都知道。去年年初，快递进不了小区，所有的件都堆在西门了。就是这位大爷，一件一件的消毒，挨家挨户的送，跑了多少腿啊？这么冷的天儿，把脸都冻大了。不动，脸也小不了哪儿去啊！感动的邻居们纷纷在网上为他转发，为他点赞。点赞有什么用啊？不如再鼓会掌。好。妈，哎，您眼光太好了，我现在就管他叫爸啊！等会儿，太仓促啊！不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听他说啊？他说我脸像葫芦娃。哎呀，你听错了，他说你脸像刘德华。对对对，他还说我腿像黄瓜架。他说你腿长特别飒。他说我远看像螳螂，远看唐国强，近看像漫画，近看像王炸。俩猫啊！您是大猫，我是小猫。对对，我们就是王炸。对对对，你们事儿我基本上完全同意。赶紧叫爸。哎，别，我不同意啊！这孩子不孝顺，他干涉他爸的恋爱自由，所以我不同意。妈，他孝顺，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孝顺。您不知道，小土豆不是叔叔的亲生儿子，是抱养的。自打养他那天起，叔叔为了土豆就再也没找过伴儿。每次我跟土豆提结婚，土豆都说不着急，
家里还有个单身的老爸呢，要把老爸先安排好了，等爸爸什么时候找到另一半了，我们才有资格结婚。其实啊，我们俩早就想把您二老撮合撮合，就是没想到你们下手比我们还快。老同志他有经验呢。阿姨您就同意了吧，我保证我会孝敬您的。对，我也会孝孝到最后的。我同意了。这么的，过年了，我们给大家拜年，祝您家庭幸福，都和睦，工作事业都进步。从今后我就管您叫岳母，从今后你就管我叫岳父。啊，爸爸。